所有的寂寞，你的爱让我停泊，守护我梦想的颜色，爱的轮廓，旅途终点是你在等我。风声响，吹痛胸膛，懵懂少年模样，白月光，眼角的霜，望不穿的远方，流浪，再见，年少痴狂，爱恨心伤，远去的一角残留着余香，爱的答案被你藏在黑色眉宇中央，时光流转，缘分聚了又散，岁月变迁，就算沧海桑田，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一个人独自唱着一首爱的交响，告诉我世界的冷漠，沿路的坎坷，但你从未放弃我，感受我跳动的脉搏，眼眶发热，你用泪水灌溉出花朵。怎么啦？怎么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？我被董事长辞退了，还有带小爱的工作都没有了。什么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你又没做错什么事情。等一下，这样也好。没错。什么？这么一来你就走投无路啦，没得选，只能去赵天佑的公司上班。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董事长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让我去天佑老师的工作室，还说让我想通了给他打电话。上次你说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对自己没信心，这我可以理解，可是在酒会上已经证明自己的实力了，不是吗？我害怕。怕什么啊？因为每次巨大的幸运之后带来的都是那么多不幸。记得我刚认识晨曦的时候，后来知道他还喜欢我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。还有天佑老师，我能得到他的赏识，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。还有出国留学的事情，建明叔叔愿意帮助我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中了头彩一样。可是结果呢？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的生活比较适合我，平平淡淡的，不会有那么多的幸运，也就不会有不幸了，不会给我爱的人带来伤害了。打电话给赵天佑，说你愿意去他的公司上班。快乐的实现你的梦想，就当是为了我哥。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想见我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，我同时失去了两份兼职。看来我又被你看穿了。拜你所赐，我现在每天闲得很，所以呢，我需要一份工作。你的意思是，
答应到我公司上班了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不想做你的设计助理，我想先从底层做起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也想做店员吧？也想，还有谁想啊？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是郝安琪。哦，郝安琪，赵总说起过你。你好，安琪。哦，赵总，你来的刚好。到哪儿都甩不掉你啊。既然两位是旧识了，也不用我多多介绍。希望两位啊，以后以同事的身份好好相处。顾店长，哎，这位是宋承浩，这位是安琪。宋承浩，宋氏集团的宋承浩。我说你怎么也会来这儿上班啊？是不是宋理员知道我在这儿，所以把你给派过来了啊？承浩，安琪是我请来的，跟宋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怎么可能没关系啊？他是个间谍，他来这儿就一定有目的的。说吧，你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啊？我说这位大少爷，你是不是谍战片看多了，有被迫害妄想症？行行，那我问你，酒会那天陆满清和别人小老婆撞衫是你解的围吗？是啊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就不想跟你在同一个空间里边。让他走。陈浩，安琪跟你一样，是这里的员工。行。那我走。哎，你能不能冷静点？你又不是小孩子。我是想冷静，可是我看见他就冷静不下来。每天受人监视，能冷静吗？安琪的事情，我们回头再聊。我回公司了，顾店长。哎，这两位新人就交给你了。您放心吧，赵总，包在我身上。啊，对了，上次您说的那个公司规章制度带来了吗？哦，我放在车里了。安琪，你跟我去车里拿一趟。好。哦，安琪，把包给我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狗皮膏药。哦，宋承浩先生，我对你的敬仰如黄河之水。连，哎。哎，宋先生，嘿，宋先生，顾店长呢是个亲切的人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。至于程浩嘛，你不用理他。你千万不要觉得程浩是董事长少爷就有所顾忌，他来这儿的目的跟你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你就做好你该做的，学好你该学的，别的你不用管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好好学习设计。不会为了谁再轻言放弃了。对了，有些事情我一直想问。陈浩，他知道安娜的过去吗？他知不知道都跟我没关系。安娜对我来说已经形同陌路了，我不会对他做过多的评论。你就从没想过要把安娜的过去告诉陈浩？这两个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，这样做没有意义。安娜最担心的就是这个，所以我只能说她真的不了解我。你说的也对，感情的事嘛，只有两个人说得清楚，别人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涉。安娜是怎样的人，只能让程浩自己去体会了。欢迎你回到时装界，郝安琪小姐。谢谢你，天佑老师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是我最感激的人，谢谢。哦，
是不是没有精神呢？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？我在老家可是经常给我们家猪按摩的。你叫宋承浩。对呀、啊，宋承浩，宋先生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刚才我们有时间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古一森，远古的古，伊甸园的伊，森林的森。店长，这是员工手册。哦，对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手册，每个员工都必须熟读。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尽快的掌握，这样方便于工作。那今天谁先拿回去读呢？宋，安琪，还是你先拿回去吧。宋正康先生就不用亲自读了，让安琪帮你读就可以了。记住，店面就是公司的门面，一切要以顾客至上、服务至上为宗旨。接下来我教两位本店的服务规则。安琪，你先上楼去换工作服。宋承浩先生，请随我来。宋承浩先生，请跟我学。首先，作为一名店员，最基本的动作就是迎接客人。我们的声音要从丹田出发，脸上只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，然后身体前倾15度，发自内心亲切地说：“欢迎光临。”这是干什么呀？点头哈腰的事情我可做不来啊！哎，我以前店长就这么教我的呀。啊，对，宋承浩先生就不用自己练了，我帮你练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不起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这个下人命，这个动作还挺适合你的。是啊，比起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来说，我确实比较适合。什么？指桑骂槐啊？没有啊，但是如果你喜欢对号入座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啊。哼，坐就坐，我就不相信会输给你。欢迎光临。哟，很有朝气嘛。这边请。欢迎光临。欢迎您下次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喂，安娜，是不是男友又来嘘寒问暖啊？又在胡说八道。是是，那天我在酒会看到你们的互动呢，我就明白了，你们一定在热恋中。哦。从他们的眼中啊，我看到了爱情。是啊，他和一般有钱公子哥不一样，他是不是对你很专情啊？哎，他是怎么向你表白的呀？是不是很浪漫呀？他呀，他跟我表白的时候。是在一家医院，当时他拿着伞就来了。哇！哎，对了，安娜，过几天公司聚会，你叫宋承浩一起来参加怎么样？上次聚会没有跟他多聊几句，刚好可以利用公司聚会。谢谢他们宋氏帮我们打响名号。是啊，安娜，我们还没有和身兼好几的人握过手哎。叫你男朋友来啦。来啦。好，我告诉他。耶。走吧。安娜，走了。啊，来了。
那个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水玉款的衣服，可以请你帮我找一下吗？什么水玉款啊？就上面有点点的衣服。点点的，你看是不是这个？不是这款。喂，到底有吗？不是啊，您看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也不是这个。小姐，我们的衣服都在这儿了，您自己看吧。不好意思，您要找水玉款是不是？对的。看，这款行吗？就这个。请问您穿的号是 M 号？请过来这边。好的。想当大少爷呢，现在就应该回家。我有跟你说话吗？一早上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还要客人看你脸色，还算是店员吗？哼，是伺候人你比我强，不是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啊？我现在跟你是同事，平起平坐的关系，我看不惯当然可以说了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就因为刚才的客人现在开始找我的麻烦，什么水玉点点的，我估计你也不懂吧，蒙对的吧。水玉呢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，就是圆点的意思，这是专业常识，请你记清楚。常识一般人都不知道的，这还叫常识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呢，总是会跟一个人吵架。我只要一看到他呀，我的火气就变得很大。我都没发现，我居然还有心思和力气会去跟人吵架。你说，他是不是老天爷派来欺负我的，好让我能渐渐忘了你呢？其实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没有失去过，没有伤害过，怎么会知道什么是爱呢？精神十足，不屈不挠的样子，哼，真像打不死的小强啊。如果他不是被陆曼青收买的话，说不定我还真的会佩服他。哟，换店员了，新来的。
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有没有看员工守则？你现在这个样子是对同事应有的态度吗？有话直说。那我可说了，刚刚那个是你的朋友吧？怎么了？其实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呢，来这里的贵夫人还有贵太太非常的多，如果你怕一直碰到熟人而要躲起来的话，我劝你趁早还是辞职，省得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你说呢？第一，你所说的那个别人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不在乎。第二，那个女人实在是太啰嗦了，我不想被她缠着，所以说才懒得理她。第三，你这个人为什么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找这么多的借口呢？你现在是在做店员，不是律师，为什么要找那么多的辩词呢？我有找那么多辩词吗？我看把自己当做律师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？我没有审判你，我只是在就事论事。好，我说的话是不是借口？不需要你来给我下定论。你这个人简直无可救药，你才不可理喻。哎呀，停！哎呀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我刚离开一会儿又吵上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来了两个新人，我可以轻松点。现在倒好，一个是大少爷，一个是老总的朋友，比我平时工作的时候还要累。关灯，打烊。好了，哦，陈浩先生，要不你带我去那些高级会所喝上两杯吧？我想回家休息了。那好了。安琪，那我们不会喝酒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安琪，回去以后要认真的学习一下员工手册。嗯。再见。还打车，真不知道是来赚钱还是来赔钱。我看把自己当做律师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？我没有审判你，我只是在就事论事。好，我说的话是不是借口？不需要你来给我下定论。你这个人简直无可救药。你才不可理喻。我拜托你离宋承浩远一点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专心一点，不要乱想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梦想而奋斗。天佑老师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可不能让他失望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之后给我回个电话。爸爸好厉害哦！看，弄出来了吧？我以后也像爸爸一样。妈，我告诉你啊，爸爸一下子就把这个魔方给弄出来了。爸爸厉害吗？厉害。Thank you.
今天这么早下班啊？对啊，我今天半天班，所以我来看看小爱。小爱呢？其实小爱已经好多天没来幼儿园了。你离开之后，他好像真的不太习惯。这样。于西，于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吴师姐，她上班了。谈不上怎么样吧，如果要是那个刺眼的间谍不在的话，我应该会更好。哎，对了，天佑，他不就是个勤杂工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他呀？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哎，你在我的心里面眼光可是相当高的，那么多的名模都没有打动你，你该不会是被一个柴火妞给收了吧？陈浩，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他的美。爹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跟我吵架的时候那可真是牙尖嘴利的。再说了，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怎么可能单纯呢？我已经认识他很久了，相识久了你就会知道，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。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吧？不是误会，是对冲。哎，天佑，我知道你肯定会帮着他说话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工作。那好吧，那就先请你先忍耐三个月。我想三个月之后啊，他就会离开分店了。怎么？三个月之后你就把他给解雇掉？错，我相信三个月之后，他就会回到设计界。别逗了，开什么玩笑啊！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提到安琪都变成小孩子，还口口声声说人家是什么间谍？哎，我可没有胡说，他就是常常跟踪我嘛。你说要是巧合的话，不能每次都是巧合吧？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跟踪我吧？你还不信？小爱，你喜欢的冰淇淋店到喽。小爱，要是你能乖乖的去幼儿园，等你放学以后，妈妈来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啊？小爱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你最喜欢这儿的冰淇淋，对不对？董事长，夫人，我能不能求你们一件事情？安琪，虽然你在我们家做的还可以，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，不能让主人家为难。啊，说来听听吧，看我们能不能办到。我能不能继续送小爱上幼儿园？你不是在服装店上班吗？服装店10点钟才开门，和送小爱上幼儿园的时间并不冲突。小爱从小就是我陪着她的，这段时间我看不到他，心里面就不踏实，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。啊，好吧，那麻烦你了。接送小爱的费用？不用任何费用的，我只是想要看到小爱，每天都看到他而已。太好了，小爱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都见到面了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要好好的吃饭，乖乖的去上幼儿园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经常见到，好吗？我们拉钩。多么善良的女孩子呀！你干嘛老说人家是你爸派来的间谍？
再长得帅吧。嗯。欢迎光哟，赵总，您又早来了。因为今天有好事情，所以带了泡芙来慰劳大家。不会是买一送一吧？哎，怎么少了一个？啊？是吗？嗯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明明要了三个。没关系啊，我不饿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员工手册呢？带了吗？哎呀，糟糕，我忘记带了。喂，昨天信誓旦旦跟我说今天要带来给我的。反正我带来你也不会看啊，你就忙着玩手机了。谁玩手机了？你呀，你上班的时候一直在玩手机，工作时间是不能带手机来的，这员工手册里面都写了。员工手册？一直有人没有给我带过来员工手册，我当然不知道了。小浩，把手机放我这儿吧，有电话的话我帮你接。嗯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哎，原来不只是程浩，连你也一样。什么连我也一样？两个人碰到一起，都变成小孩子。我哪有啊？程浩从来都不会这样，怎么找都找不到人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安娜。哎，缇娜。晚上陈浩先生会来吗？这还用问？上次都为了安娜才来了酒会，对吧，安娜？好了，别总八卦我的事了，干活去。我接一个客户的电话。好，那你先忙。嗯。怎么还在响啊？哦，不过好像接别人的电话好像不太好。嗯，可是宋承浩公子的电话肯定很重要，万一漏过的话，是不是会遭到天谴呢？晚上公司在国际大酒店有个聚会，你有空吗？陈浩，喂，陈浩。啊啊，你好，我是陈浩的店长，他现在非常的忙，没空接听您的电话。哦，需要有什么帮忙的吗？店长。啊，是的。什么店长？天佑服饰。喂，喂，喂，国际大酒店，嗯，马来，回家了，再见，拜拜，不要一个人。那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姐。哎，这么巧啊，该不会是来接我的吧？啊，刚才正好拉个客人在附近，看看过来能不能顺便送小杨回家。原来不是来接我的，害我还自作多情。你来晚了一步，小艾已经回家了。这样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什么叫没办法？既然来了还想跑啊？小艾是人，我就不是人了。
既然来了，就送我去个地方吧，就当报答我上次请你看电影。去哪儿啊？去了就知道。这位是安娜，她是我的朋友，不是客人，用不着这个样子。你的朋友也可能成为本店的客人呀。你看这位小姐，美貌与智慧并重，全身上下应该都是设计师品牌吧，很有可能成为本店的潜在客户啊。你们先忙，不打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哦，我刚打过电话，是你店长接的。没错，是我是我是我。小浩，难道你忘了我帮你接过电话吗？哦，这位小姐，非常荣幸的能认识你。我是本店的店长，我叫古一森，远古的古，伊甸园的伊，森林的森。那不好意思，我该吃药去了，失陪一下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了，安南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还在上班，不能跟你闲聊，免得有人拿什么员工手册来找我的麻烦。好，我不打扰你，我来就是告诉你，说今天晚上公司有个聚会，缇娜想让你去，你有空吗？可能够呛啊，今天晚上会加很晚的班。就不能换个班吗？我才工作几天，免得让人说闲话。哎，代我谢谢缇娜的好意啊。那好吧，那我走了，你送我出去总行了吧？啊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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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安琪呀，你赶紧去公司总部把那件改好的衣服给我拿回来啊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当店员的？我只是想对宋丽妍证明，我靠我自己照样可以活下去。可是，你可以选别的工作啊，我可以帮你，薪水比现在多10倍。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只想靠我自己，不想借助别人的力量。程浩，难道在你心里，我是别人吗？怎么会呢？你别忘了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啊，我还要上班呢，我帮你叫车。看到他了，该不会你早就知道他回来了吧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云溪，你冷静一点。就算安娜回来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说这些也没有用了，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不如就让他过去吧，不要让他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。你说呢？好啦。店长不是让你去拿衣服的吗？你在这儿干嘛呀？
我这就去。上班的时候跟别人聊天，这就是你的敬业。我说了，我这就去。算了吧，我看你还是比较适合这些点头哈腰的工作。下次注意点儿。安琪，他是你的同事啊？怎么那么很没礼貌，对吧？刚才跟安娜在一起的就是他吗？他叫宋承浩。拽什么拽啊？他呀，是宋氏集团的少爷。难怪。可是少爷怎么会跟你变同事啊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还有工作，回家再跟你说了啊。啊，等等等等，差点忘了，这帮你带来了。先去工作了。好。这个浩明跑去哪了啦？